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由于我们的心是想要把学习学得很好的话，自然自己会不会有压力。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，不要太过于纠结，只要认真正面的去面对你所学习的一切，然后最重要的是相信你的学校，相信你的老师，相信你的校长，那你的学习一定会事半功倍的。我是从零基础什么都不会，然后到现在可以自己剪完一支口，我很开心可以来到 PES ICON， 然后来到这里认识到很多人，这里的学习环境也是很好，校长老师都很有耐心。然后我也没有想到我两次考试都可以拿到奖，然后很谢谢校长还有老师的教导。为什么我会选择 PIGA？ 因为我在 Facebook 和小红书都有看到很多人推荐，然后有看到他们学校的分享，因为这里很不错，他们会提供一人一只狗，让我们更容易的学习到，然后这里的环境也很干净，设备也很齐全，然后可以让我们更快的去完成一只狗。因为看到这边环境很好，然后 interview 我的人态度也很好，所以就选择了 PIGA。 我是零基础进来的，然后我来这里学了几个月，然后可以自己独自完成了一只狗。我选择 PES ICON 的原因就是因为 PES ICON 有超过10年的经验，然后让我有放心的来学习。一开始会来学是因为在网上有搜了几间学校，然后就觉得这里是我比较想要的环境，然后就这样子来了咯。一开始完全不会的时候就会想，这样短时间会学得完剪一只狗，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慢慢上手，最后就可以比较短时间内剪完一只狗。之前连一点基本的知识都不懂，他们那些病毒什么我也不会，然后读了过后至少基本的东西我都学到了。进来了之后当然有达到我预期的那个学习效果，因为老师的教学方式都让我很容易明白，然后让我从一个零基础都可以到现在会接一只狗。我想跟老师讲谢谢他们的教导。